你们听到了吗？微风在城市，我是宋浩宇，我现在很幸福，我娶到了自己喜欢的女孩子，她让我感觉到我的心脏是在跳动的。宋浩宇，你在说什么？我说吉思乐让我感觉到我的心是在跳的，它真真实实的让我感受到了开心、难过，甚至还要舍不得。我不是说了吗，在传音墙上不要说谎。我没有说谎。齐思乐，一直以来我都不敢正视自己的内心，每当我不由自主地想要靠近你的时候，我都会变得不像自己。但我现在明白了，原来失去你才是最可怕的。思乐，我现在真的感觉自己很幸运。你之前不是问我答案吗？我的答案就是我喜欢你。